于凤至，张学良的结发妻子，一个了不起的女性于凤至，名门世家女子，张学良的结发妻子，张作霖的儿媳妇，民国时期东北第一夫人。她经商的天赋震惊了美国朝野，也成了洛杉矶华人圈的骄傲。可以说于凤至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，她以独特个性与才情谱写出自己既美丽又哀婉的生命华章，成为当时乃至后世一道独特而令人叹赏不尽的风景。于凤至典雅俏丽，爱新觉罗溥杰曾盛赞她长得很美。由于她出众的品貌以及父亲文斗与张作霖的情谊，张作霖对于凤至这个儿媳是十分喜爱与器重的。张学良开始并不满意这门亲事，张作霖则说道，你的正是原配非听我的不可，你如果不同意就是婚姻，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好了，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。张学良妥协的只好答应，十五岁的时候同于凤至结婚，婚后一直对于凤至以大姐相称，毕竟于凤至大张学良三岁。于凤至当时除了陪同张学良兴办教育，他自己也喜欢做慈善事业，还出资创办东北大学家政系，兴建同泽女中，在家乡创办新民小学。然而于凤至面对张学良外面的桃色传言，也只是淡然一笑，表现得十分大度，只是转头更加用心的侍奉公婆打理家事，只为了换来少帅的回心转意。直至西安事变，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，赵四小姐更是默默陪伴在张学良身边，不求名分，只为了可以相伴一生。于凤至还是被感动了。于凤至在其回忆录中写道，我思考再三，他们绝不肯给汉卿以自由，汉卿是笼中鸟，他们随时会捏死他，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办法，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，我给这个独裁者签字，但我要向世人说明，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。于凤至的成全也促成了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婚事。1940年，于凤至赴美就已患有乳腺癌，病好后在华尔街股市拼杀50年，期间更是一人之力照料三个子女，还投资地产和股市。曾经的民国东北第一夫人成为了一位事业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于凤至离婚后买了两座相邻的别墅，自己一处，另一处留给张学良和赵四来共度晚年。奈何他至死也没能再见张学良一面，这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